我们是不想卖，因为这样是我们都是卖干透，因为重量的问题，干透的轻一些，你们可以吗？你别买了，它里面有水分，你放它里面放坏烂了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你得买干透的嘛。你要都是一磅一磅的。一磅一磅放。分开吧，好好好，行。哎呀，啊，我这个拿在哪？这个到这里，这个你要好的，我现在到这里啊。